我对抽奖的不太懂，你们觉得198元帮号主抽中这些东西，号主亏不亏啊？中了一个甜心宝贝的一级头盔，一个三级头盔，一个宝贝奶油派套装，还有一个降落伞，就中了这么些东西，号主应该不亏吧？既然中了这个小裙子，那这局游戏就穿这个小裙子。现在这个号的分数是王牌一星61分，还差39分就可以升到王牌二星了。你们觉得穿着小裙子的公公一局能加够39分吗？能够顺利上到超级王牌二星吗？本局好像是从山顶飞学到的军事基地。新城园林虽然能飞到，但是这把公公并没有选择去新城园林，而是选择去大核电站。可能公公是觉得大核电站比较肥吧，毕竟他在那里捡到好几次信号枪了，不知道这把能不能捡到信号枪。中间没有出现什么意外，顺利的到达大核电站，现在开始发育。有人机，不对，来真人了。什么意思？在装人机吗？这个人肯定没有想到公公就在他的脸上。还有一个人机呢，去把那个人机给他杀了。这把运气感觉有点不佳，竟然没有捡到信号枪。之前公公连续3把都找到信号枪了，没想到这把竟然没找到。这把决赛权很有可能刷在机场，所以说得找船过河，省得待会被人堵墙，提前过河免除意外。这把前期有点枯燥，所以说我们快进一下吧。看到没，果然是机场圈，车库的车还被人给开走了，没有车，待会得想办法去找一辆车，要不然待会转点的时候可能不太好转。又在这里待了一会儿，第三个圈已经刷出来了，场上还有42名敌人。怎么说，难不成还在这里继续趴着？得动一动，活动活动嘛。3层楼有人，停了辆蹦蹦，那个位置是真的好啊，他这一站这条路都过不去了，看他漏不漏破绽吧，他要是漏破绽的话就把他给偷了，这样就有车了。公公是徒步跑过来的，敌人肯定不知道。一动不动啊，他会不会就在楼顶趴着啊？这里扔了也扔不过去吧，看有没有什么转机出现。来了，哎，什么意思？这个绿色蹦蹦什么意思？好家伙，这颗雷丢的画面都倾角了30度。本来是想当老六的，看来没机会了，只能把这个人给他解决了。完了，解决是解决了，但是又没车了，白解决。现在第四个圈已经刷出来了，这不在圈又没有车，这该怎么办？而且最关键是这个圈型不好啊，如果想进圈的话得爬坡，爬坡徒步的话那也太容易被人发现了吧。怎么说，有蹦蹦声，哇，敌人开车走了，那蹦蹦不在了。中了3枪没扫死，注意一下注意一下，他应该是停在前面屋子里补状态呢，而且好像还过去了一辆蓝色轿车，这个人得杀，得想办法把他车给抢了。过马路的时候小心点啊，小心他驾着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没驾。他不驾在哪里狗分吧，在车斗里听到了。哦呦呦呦呦，阿小 OK 有点吓人，还有人，快躲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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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躲一下。这应该是刚才那个蓝色轿车吧，山上的那个，没秒掉，不敢摊枪，摊枪的话怕自己被秒了。这个蹦蹦出的敌人难道都没有想过公公会跑过来吗？刚才如果在枪脚架下的话，公公都会非常的难受。有车了有车了，开车进圈，圈内为数不多的房区停了辆红色轿车，看着公公是准备来莽这个房区的人了。停车到平房后，然后拔雷。哎，怎么没拔？拔了。听脚步，人在二楼客厅。一颗顺爆成功带走。有脚步，感觉可以直接秒掉的啊！真是把不弹枪做到的极致，一滴血没掉，成功击杀。要是刚才第一梭子按到底的话，这个人应该也能杀，但是自己可能会掉血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自己甚至都有可能被对方反杀，所以说不弹枪是好的，力求最小风险击杀敌人。圈刷了，公公这个位置不在圈，需要开车进圈。场上还有11名敌人，马上就要进到前10了。前面有个人，
向左打一下方向，躲一下他的拉枪预判，然后再调准方向撞死他。厕所有人，切割 SLK。哎，怎么趴下了？这波到底是失误还是说公共军长这么操作呢？毕竟见面就拜佛，确实是有点呆。但是打赢了，打赢的话就化腐朽为神奇了。这个木头厕所是真不错，圈内唯一的建筑，没想到被公公给占了。不经意间，没想到公公都已经进前十了。说圈了，公公这个位置不在圈，怎么说？不着急啊，最后再走。毕竟你就算提前走的话，也没有什么好点位，还不如跟着圈走呢。跟着毒圈走，这样还可以确保屁股没人。Nice。这个马杀应该是少了个轮子，要不然的话声音不会这么吵的。毒圈马上就要到脚下了，进圈之前先把能量打满。有车声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兄弟啥意思啊？快走快走，要被毒死了。这兄弟真的是进圈再打架不好吗？非要在毒里打架。快走快走，不要管他，不用补，他会被毒死的，他打不上药的。哎呦，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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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里有人，暂停到树后。抛下那个人，要是上来的话，公公可能就完蛋了。没有，哎，哎，敌人没上来吗？敌人给公公放了个烟雾弹是啥意思？难道说这个人是被人给架住了不敢动吗？正常的话，不都应该跑上来跟公公对打？毕竟公公现在这个位置一站的话，对他的威胁很大，高打低的必须得把公公这个点铲了，他那个位置才能待。可惜啊，想上来的时候时机已晚，现在铲还有两名敌人，公公这个位置不在圈。不是吧，这都能穿死？能穿死，但是补不掉啊，车炸了，没车怎么说？敌人有车，先抢下包，那个人肯定是补不了了。捡包，准备封烟进圈。公公离圈还有100多米呢，将近100米的距离。这里也不在圈啊。应该是想中转一下，封个烟，然后再进圈。直接开进圈的话，肯定是会被扫的。封个烟，中转一下，安全系数都会大大的提升。这个位置有点尴尬呀，不过好在坡下的敌人可以帮公公架山上的敌人，只要坡下那个人不死，公公和坡上的这个敌人两个人都不敢动。没事没事，山上这个人不敢动的，他是过来的话，坡下那个人就能把他打死。互相制约，互相牵制。敌人丢火了，好像没有丢到。封烟，好像那个人录的声微点多，好像可以秒，但是在秒他之前得封烟。Nice， 这个人还好没自救器，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了。没打高，怎么说？成败在此一举。没炸到没关系，再来一局。不行不行，再来一局。怎么听起来怪怪的？再来一颗雷，第三颗雷了。哎呦，我都跳起来了，没炸死，有点尴尬。第四颗雷，还好雷多。敌人狗杂都没子弹了吗？怎么开始拿 SCAR 扫了？敌打高是真难打呀。没想到打到最后竟然是双方对射的场面。狗杂打不过 SLK， 空投枪打不过路边摊，这上哪说理去？杀了13个，看看加了多少分，有没有渡劫成功？哇，54分，怎么这么多啊？